给我带了没有啊？哎，我那醋呢，还有蒜泥儿什么的呢。你这是干嘛呢？看不出来吗？我吃火锅呢。你别在这瞎胡闹，出去。请我出去啊？那可不行。我后妈苏姐失业了，我们家现在没有经济来源了。我现在也没地儿吃饭，我只能跟我们家这几个宠物在你们公司待下去了。今儿呢是头一顿，麻烦您一会儿把饭钱给我结了。你这孩子。 太太，你在这干嘛呢？后妈，我替你讨公道呢。我不能让你白给人欺负了呀。有些人公报私仇，那我们就得以牙还牙。太太，别胡闹，给我出去！我不出去。苏锦，你现在可以去办离职手续了。都别看了，回去工作。艾丽小姐，让我后妈离职可以啊，你敢不敢给一个光明正大的理由啊？周太太，你给我出来！哎呀！ 后妈，给我站好！你干什么呀？刚才我看什么了？有什么不对吗？当然不对了！你看见他们反应了吗？我非这么大劲跑到这儿来，就是为了告诉艾丽你不是这么好欺负的。这是我的事儿，跟你没关系。我不需要你帮忙。我不帮你，谁帮你？你不想辞职吗？现在我帮你不是刚好辞职了吗？我不需要你帮我出头。你根本就不是怕艾丽，你就是怕他们说你有我这么大一闺女。你这是胡搅蛮缠，我哪说这个意思了？我怎么胡搅蛮缠了？是不是？不是，是不是怕他们说？ 好，好，我怕别人说我不是你后妈，行了吧？不是就不是，我们各回各家。苏姐，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好好考虑一下，毕竟这个工作非常的适合你。不了，董事长，我已经决定了，谢谢您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，我离开公司。 也是不想再给您添加麻烦了，毕竟我的身份太特殊了。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还是我没照顾好你。我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我对不起你妈妈。您千万别这么说，这是我们年轻人的事情，跟你们俩没关系。 艾叔叔，我走了。好。